吃。我要奶油和冰淇淋做蛋糕。喵喵喵！熊妹做的蛋糕好吃又好看，零分，熊妹淘汰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们这是黑暗料理大赛，你的蛋糕一点也不黑暗，还有辣条做火锅。大宝的辣条火锅很独特，喵喵喵！啊，太辣了，80分。我用薯条、巧克力酱和奶油做奶油巧克力脆皮薯条。贝尔做的很丰富，喵喵喵！太甜了，90分。我用奶茶煮泡面。白雪做的最黑暗，喵喵喵！味道也不错，100分。第二轮比赛食材不限，你们去准备吧。黑暗料理大赛第二轮，老师，这是我的香菜糖葫芦。熊妹进步很大，不过老师不吃香菜。老师，我还有青椒冰糖葫芦、香菇冰糖葫芦、芹菜冰糖葫芦。喵喵喵！香菇冰糖葫芦太黑暗了，90分。我这次做了螺蛳粉味小龙虾，喵喵喵，很好吃，不过黑暗等级低，80分。老师，你尝尝我的超级好吃辣椒酱，喵喵喵，这个辣椒酱真是太好吃了，但是黑暗在哪里？老师，这个酱蘸鞋底子都好吃，你尝尝。鞋底子又不能吃，大宝淘汰。不要啊，老师，真的好吃。我这道菜的名字是仰望星空，听起来不像黑暗料理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黑暗的料理，你自己尝一下吧，我不敢吃。喵喵喵，很好吃，这里面有虾仁、培根、奶酪。很好，我宣布白雪100分，成为黑暗料理王。耶、yeah, ！以后的话我吃什么我决定。我不同意，白雪的黑暗料理老师都不敢吃，怎么能当黑暗料理王？那就让小朋友们来决定吧，你们喜欢谁的黑暗料理，快发送他们的编号告诉我吧。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点赞关注我们哦。